这样，我们去那边看有没有出口。小心。 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山洞是我当初救你的地方，那时你就躺在这冰床上。难怪我对这里这么熟悉。自从你救了我之后，我好像总是给你添麻烦，一直想帮你，可是也帮不上你。过后。 帮助你是我自愿的，欠了你这么多，一直想要还给你，只是现在看来，好像也还不清了。还不清多好，这样就能用一辈子去还。